中共军演海空夹击，多架轰炸机双向穿越台湾海峡，甚至不分日夜拂晓出击。而经战线扩大，继黄海与渤海之后，嘴型宣布也将在南海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再度发出航行警告。同一时间，东部战区宣布八号加强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中国官媒更发文指称，七八月本来就是共军演习旺季，封台演训还有的打。这次行动验证说明，我们有能力、有手段，从空中实施精准点杀，击败任何对手。中国军다음달까지서해남부와바레만연안에서도실사격훈련을한다고발표했습니다오는20일부터시작되는한미연합훈련과맞물려타이완해협에서시작된군사적긴장이한반도에까지영향을미칠지우려되는부분입니다就怕东亚角力拉锯多点触发，尤其中国切断与美方军事对话，情势恐怕更难掌握。中方有关反制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中国军方拒绝沟通，更反呛是美方一手制造紧张局面。其实早在佩洛西一抵台，美国印太司令部与中国双方已做好战斗准备，只是任何一方都不愿开打，才各自克制。如何在冷战中相互抗衡，同时避免对话空窗下情势误判，也成为最大考验。三立新闻简水汇报道。